你说人不是我呀？你先打电话确认一下。怎样？他是什么人啊？怎样啊？有怕事啊？谢谢我的天经地义。你看，你看看我。你试试看呐。黑道上门向被逃百万债，常常怒杠爆发肢体冲突。他说有人给他要勒索了，开车撞他了，脚打死，然后在医院，然后就问他。谁啊？小林小姐在吗？愚人节企划来了，强强幕后团队传统强霸假装强妹和高利贷借180万，看疯狂的强强会有什么惊人的反应？给我名字，然后你们借他干嘛？他人家真的，这林家里没，然后拿这个，你觉得那你觉得我会给你要？跟你借的人呢是什么样的人？你跟我拿干嘛？这是你们的事情啊，害18岁了耶，负了责任，你找我干嘛？就你也知道这贱人是他，你找我干嘛啦？签你名字没办法，你现在打给你妹确认。对啊，哈哥。什么叫签我名字办法？我现在看在你的名气上面，我们才借他，我们什么都没签，就这样子。看在我名气啊，重点是他跟我就不是同一个人呐、啊。今天就是要拿钱，就是这样，很简单。我没有那么简单，你去抢吧。先打电话确认一下。怎样？他是什么人啊？怎样啊？有怕事啊？啊！谢谢我的天经地义、啊。你看你这样看我。你试试看呐、啊。你再看要怎样？怎样？怕了。怎样？重点就不是我吗？你是给他借钱是不是？啊、你又给人家借钱借100多万条？对啊。就我们是跟他借钱是不是？那你要还给人家，你下来找我干嘛？今天是要还210万，那么给你优惠200万就好。谁理你啊？200万。你枪拿来给我看一下，看你真枪假枪，来，先拿来给我看一下。拿东西都在那里，我是快就不会送了。来，好了，不要这样子，你做做好啊。你叫我做好，我叫你叫我做好。急性处理好不好？急性处理好不好？叫人叫我吗？有人跟他讲啊？这钱有没有办法还？有没有办法？你去跟他瞧。好，再说。会坐着吗？你站着很累。没有坐，你坐。张亚乐讲。一定有搞啦。你先让我看看他枪，不知道是在哪。我觉得是他们在整人的。我看他们好像……不要开玩笑啊！真的不要开玩笑。在开玩笑。那除夕的前一天要去的那个商场吗？有那么严重？啊！马上赌输。180几万，拿来啦！你这里讲到这边啊，处理你讲啊。哎呀，我也给你那么多流量了，那就帮我还一下好了。你怎么可能会跟他借钱写我的名字？有没多少钱吧？啊，没办法呀、啊，我不能写我自己的名字哦。你枪拿来给我看。不要看那个啦。我会到那个门上福利打工啊。我不要你来打工啊。啊！愚人节快乐！愚人节快乐！